这个视频给大家推荐一款有点小贵的鱼缸配件，追求性价比的朋友就可以划走了。不仅如此，其实作用也很鸡肋，追求实用性的朋友也可以划走了，因为它功能很单一，就是一块背景板，还是纯色的，估计没几个人喜欢。毕竟看某宝销量最高的背景纸都是什么海底世界啊、天道酬勤，虽然能够发光，但是没法显示全黑色。喜欢深邃神秘的朋友又要失望了，安装前得把鱼缸背面的设备都挪开。我倒不是嫌麻烦，主要我的灯也要连着喜欢，可以手机调光，那肯定要下个 app 了，让我本不富裕的手机内存雪上加霜。这时候肯定有朋友要问，这么多缺点你还买它干嘛？好看就完了呀，反正装上之后我挺喜欢，美滋滋。